新手枯魔人生第一次玩游戏晕车，请问可以怎么办？哦，你问对人了。我有几个朋友玩游戏玩到头晕的，他们的解法就是你去买晕车药，你玩枯魔之前先吃晕车药再开始练，包你不会头晕，而且还有可能越练你就之后就治好了。中斗了。反正现在军团没什么人在玩的，现在还有在玩军团，就是偶尔对他有爱拿出来玩，就是把玩两下了。但是已经没什么人在组玩军团了。狠狠地给你追死。哎呦，他的 DH， 主播有机会玩枪爹吗？那是肯定没问题啊，乐克斯都开口了，我待会就丑一场给你看啊！完了，被这个人猜到，感觉这是高手哎、欸，没脏，想脏他没脏到，哎、欸欸，我右键坏了，我的右键不能按，怎么办？我的右什么啦？我的右键不能按啦、啊。左键再按一下、哦，有了！你怎么知道？好狠哦！哈，没砍到！我看到他躲在那个角落，哎，可是甩不过去，哎，真丑，可怜。我怎么感觉我顶东西会累个啊？我是不是又爆聘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爆聘呢、欸。我看他们100多聘呢、欸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哎、欸，真的会累个啦！我说真的啦，他们在爆聘啊，我也在累个，就是我按左键砍人，我会延迟很久才挥刀是怎样？哎，这下居然顶到墙，什么鬼东西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完蛋啦！这场要输啦！这个延迟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延迟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是那种瞬移了。TV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阵子那个什么《二零古堡》改版。然后有吸引一些新的玩家一起进来玩，导致他们现在伺服器有点顶不太住。没消到。因为我觉得我这场转的幅度好小哦，没办法像之前那样转超大哎、欸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转不出来、欸，他的那个什么转弯角度是不是已经迟装了？我感觉我转弯的幅度好小哦、喔。完了，卡枪，可怜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应该说这几个人好像很会打枯魔哎、欸。他们一看到我撞一下之后，就一直往我脸上撞，然后我一直找不到他们在哪里。哎，我刚刚那样撞不到那个车子的那个哎、欸，
撞不到车子的那个判定，哎，好惨哦。Gary， 这个人叫 Gary。他们怎么全部人都在撤啊？这是 AT 团吧？感觉给我的感觉蛮像 AT。啊 DH， 左边好像还有一只。Andy Go， 感谢68个月，谢啦。光城纯牛肉，感谢23个月。他们直接在那个山顶上补起来耶。哦，我刚刚其实是在等他们救哦。然后我看能不能用吞噬希望的一刀把他砍死，结果我看到图腾被拆了，所以我就直接用砍的。不然其实我在等他们救人，然后让我叠一层硬币，然后一刀倒他，这样省一点时间哦。完了，他们叮叮咚咚，我快被修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四平小屋后面应该有一只。鬼的环境很惨，还好吧？我真的觉得还好啦，只是说有一些鬼，小部分的一些鬼被砍得太凶，就是已经真的是砍到歪头，你知道吗？像刚刚那个地方，就是你可能你一开始玩枯魔，你就可能不会想到像我那样撞三段。这个就是你可能要玩久了，或者是你可能有多看别人玩，然后之后自己有领悟到这个东西，你才会知道说，我刚刚那个距离的那个角度，可以尝试撞三段，然后去砍那一个位置。不过这东西就是。只能经验累积啦。熏暖这只鬼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技巧，他就是要练那个你玩枯魔撞东西的手感。怨灵被砍很多吗？我想一下哦，紫刀削砍的比较多吧，其他都还好。还有玉手也砍蛮多的，最后在这上面。我应该没听错吧？刚听他在上面。没有，他刚刚真的在上面哭哦，我有听到哦。哇，最后一个人要拼下水道。嗯？我怎么看到下水道又看到他啊？我是不是作弊啊？怎么感觉怪怪的啊？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怪怪的，我先出去检举我自己了。
是，你知道我刚刚在那边数什么吗？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节奏看得出来的？我刚刚在那边孔子下山来点名，点到谁谁就是我的小兵，结果刚好开到他那一个。